王爷们早，小松刚刚起床啊，昨天晚上就住在这个渔村了啊。哎呀，一起床，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，看不到啊，因为这个被前面被山挡住了啊。先吃点这个昨天做好的那个海参粥啊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海水啊，特别清澈，看清澈都可以看到，随便都可以看到这些鱼游来游去。等一下，小松要去坐这个船啊，去这边的河对岸那边，有一条河非常的蓝啊，所以稍微等一下啊，吃一点这个粥。啊，这船开过来了啊，等一下，这粥也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出发了啊。OK 把那信啊，把那信没信。哇哦！哇哦！现在开始出发。哇
浪打浪没有？哇哦，很多鸟啊，很多鸟。进不来这边，只能小船在这边。这边就是原始森林。哇，前面这个云雾非常漂亮啊。这个也是海啊，不是河，海。OK， 到了啊。哇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雾啊。河啊，这个水特别冰凉冰凉的啊。哇，冰凉冰凉。哇，脚底按摩了啊，免费按摩，免费脚底按摩，全都是鸟。穿鞋。这里边刚才问了一下，有野猪啊，蛇、野猪。所以最好这个当地的导游陪着啊，啊，有什么意外什么的，他可能也处理，减少这种意外发生。原始森林。
这个早上啊，基本上你看，这个阳光基本上看不到啊，全被这个大树给遮了，遮住了啊。你看这树都特别高。这大树可大了，哇！你保护个对。芭比虎蛋呀、啊？哦，他说这个野猪啊，野猪来过这儿，吃这个垃圾啊。你看这个，哇，这大树特别大。迪达达马达哈利啊，你看这个，他给整理一下啊，整理一下，这野猪可能晚上有在来过这儿，芭比虎蛋呀。这个就是他这个河，非常非常的蓝。可惜这个阳光现在还没有过来啊，这个阳光如果有阳光的话，就这条河水非常的凉，非常的清澈啊，从山上流下来啊，对，因为如果这个阳光啊，因为现在是很早上啊，6点多，如果是大概上午啊9点以后，这边的阳光能透过来照射到这边，这边是特别蓝的啊，特别特别蓝。这棵树其实也挺大的啊。这有可能就是野猪的脚印。这棵树也很大，前面我看有一棵很大的树。前面这棵树特别大，可能这个不让进啊，怕这个有野猪什么的，蛇。这是野生的这种大树，特别大，估计可能6-7个人才能把它包围一圈啊，特别高。照过来就能看得出来。太阳升起来了。
这个等于是小松这次巴布亚之行的最后一站啊，一共在这边待了大概有7天左右啊。现在呢，坐船回去，返到码头，然后坐这种大的船，再往到一个大的港口，再从这个大的港口坐飞机再回到雅加达啊。好了，那现在小松要赶快赶路了。印尼小松在巴布亚的蓝色的河啊，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点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记得关注。美丽的巴布亚。